就係獎牌啦，以及係獎杯嘅。能夠企上頒獎台一啲都唔容易啊！咁就正如頭先所講啦，今次嘅賽事咧打足咁耐，亦都打咗超過100場嘅比賽。咁其實大家見到啦，今日出席嘅所有球員咧，佢哋都打咗好多賽事先至可以喺我哋今日嘅現場出現噶。咁當然啦，球隊嘅教練啦，所有嘅職員咧都係功不可沒嘅。恭喜曬！咁喺呢個時間，當然啦，要影一張合照。好，大家可以企翻近中間少少，好嘛？嗰邊揾兩位球員企過嚟啊！咧嚟係啦，褪過少少，我哋褪啱啱好影曬後面。OK，